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我献上感谢，以你恩典满意，谦卑你面前，凡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征战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有意感谢进入你的门，有意赞美进入你的院，有意感谢进入你的门，有意赞美进入你的院。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阿们。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讲这个 speaker 有听到哦，哦，安尼，啊，无听到嘛，无多啊。咱在到礼拜堂，逐礼拜来礼拜堂，还是讲咱做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基本上的代志，就是咱实在是咧介绍耶稣，咱的言行举止。咱在礼拜堂，咱后礼拜庆祝圣诞，咱是咧，予耶稣予人看。会记开始耶稣买家己的时，拄到腓力，伊甲腓力讲：“你来对我。”腓力拄到安德烈，对着拉大家讲：“要对，你要看什么？耶稣拉萨的人，他有出什么好面？来看耶稣是咱基督徒的一个一生。”真重大的任务。在1961年，50几年前后，我足紧的。有一个电影叫做《The Song of the Singer》，是唱歌的人还是唱的歌？这个电影的故事就是咧描写一个新妇在墨西哥碰到一件真危机的代志，所以
这信徒为着要救一个囡仔，煞去哦，迄 crossfire， 迄断枪的人叫歹人断掉。啊，要死前，迄歹人来到伊的面前，迄歹人讲一句话讲：我无相信你所传的福音，总是我相信你是一个真够传福音的人。所以迄个结果就讲 ：It is the singer, not the song。一条歌，变变条歌咧唱吼，那歌唱起来较歹听，啊，只新歌台湾唱来较好听，啊，咪是安尼。一条歌同款，一条歌要唱无同款的方法。我本来牧师爱我讲道，所以我本来的题目是讲第四乐章，即听起来那像个 music appreciation， 那像第四乐章就是讲。迄落古典音乐拢有四个乐章，头一个乐章、第二个乐章拢无啥共款。我是要用四福音来咧介绍讲，耶稣伫约翰福音咧介绍是有一个真特殊的方法来咧表达耶稣的迄个福音的精彩的所在。伫古早巴比伦。主前头两千年前，巴比伦有一个故事，咧描写大水，啊描写因的生命安怎伫大水淹的时阵，淹的以前，迄个生命甲遐人讲，恁遮老百姓吼，幺八叉，恁爸拢袂当困中岛，所以怎用大水甲淹死了了？犹太人安那表达因的上帝？这标准呢？犹太人描写讲，因为上帝真无欢喜老百姓无行公义拜偶像，所以用大水来淹没来救哪一个家庭，啊，村里人拢被淹死，变变一件代志，变变一个大水的故事。你会当讲，互恁爸困袂去，所以要甲你消灭。你也会当讲，你是毋是有惊公义？若无惊公义，上帝会甲你消灭。无共款的一个故事，会表达有无共款的所在。我今日就是要介绍咱来了解约翰福音的一个真的、真的无共款的点。我头一个要讲的就是。咱知影，四福音内面只有一个新约上帝的迄落 sign 哦，只有一个新约。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四个拢完全伫遐分享的一个新约，就是什么？你有看没？四福音内面只有一个新约 ，commonly share。咱今日拢有咧查经，就是五个饼、两尾鱼、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完全咧描写同一个上耶稣所行的真特别的神迹。咱通看出讲，这神迹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马太、马可、路加咧描写这四个、这五个饼、两尾鱼。无同款 ，slightly different 的方法咧描写这个四千人、至五千人的故事。约翰安那讲咧，约翰伫迄个故事了后，伊讲一句话讲：“我就是活命的饼。”伊将人的肉体需要提广告 spiritual need， 我就是活命的饼。恁若信我，就永远袂枵。永远袂取代，这就是五饼两尾鱼约翰福音所咧描写耶稣的福音的更加关键，要让人了解。这是约翰福音所咧描写的一个，那就升华吼，提悬升顶的一个真特殊的描写方法。佮另外一个福音。当福音所里描写的神迹，这是一个 unique，
就是只有约翰福音有在描写，尔迄个福音在讲啥？讲有一个痴迷的，出世就痴迷的。这个故事描写真久真长，这个故事咧描写主要是咧描写讲，这个痴迷人和耶稣以后了后，人家问讲啊，这是你是有影出世痴迷还是无影？啊，问恁爸母问看卖啊，到底你是咪拢乌白讲袂出？啊，伊讲一句话，这是咱基督徒上好的见证。伊讲，我前痴迷，今未看见。咱敢有人会当讲这款话？咱过来人讲，我以前做歹、做恶、做毒，我即马行这个是正义的路，行是有听心的路。咱几个人会当讲这款话 ？Before and after， 咱几个人会当讲这款话？我前痴迷，今就看见。我起早咧讲，一个电影咧描写着双恶的性格。咱知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 tenor。我叫 Andrea Pacello， 那侬查这个人哦，姓何地方？敢唔知？知啊，查这个人，伊目睭青眉，伊个声足好听。你平平唱这 Amazing Grace 哦，伊若唱了，我拢唔敢跪嘴。伊个声足好听咧，我会记伊无几日前，伊伫纽约个迄 Central Park， 我是看迄电视个，佮录起来哦。你唱迄 Amazing Grace， 最好是讲。But now I see， 我即马会看见。啊，伊咧唱迄条歌是迄个音还够长啊，非常水，非常水。I see。有关下面总是伊个心内，下目睭跟，这就是 spiritual meaning， 所以。这个巴蒂麦的这个痴迷人，耶稣给伊个换，你描写那，比如讲，所讲我是世间的光，超过肉体的目睭会当看见，就是你心灵的目睭，有人我当看到耶稣所讲的世间的光，你若行伫路的人，无去伫黑暗中。这就是约翰福音在描写、在代表、在介绍耶稣的一个真特别的代志。搁另外一个故事，是新约，就是拿撒路，然后在拿撒路，拿撒路安怎？伊两个姊妹啊，马太甲玛利亚，敢毋是？耶稣路死去，耶稣真艰苦心。We share these stories， 咱教会有几个兄弟、几个姊妹，我嘛听 Desperate 祈祷 ，Desperate 教会有人伫今年中间离开世间 ，and we come to say goodbye。耶稣艰苦心，咱也艰苦心，咱会对在过往的兄弟姊妹，安尼真唔甘。耶稣艰苦心了后，耶稣甲遐伫边仔人甲因讲，哥我甲活命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犹阁要哥我。Do you believe this？ 恁信这个吗？咱敢有信这款？咱敢有这款信仰？讲咱信耶稣的人虽然死，要哥我。有关已经超越迄个干那号垃圾路四个话，即个故事超越即、這个，互人知讲，信耶稣已经会当超越即个生死的问题。咱一个介绍新款的耶稣，咱一个介绍新款的耶稣，互人看，不管是圣诞节，还是耶稣的受难，耶稣的个话，耶稣一世人。那些介绍新观念说 ，How do we present Jesus？ 个人嘛，一个新家，
佮另外一个信者，伊讲另外一个 sign， 就是约翰福音所咧描写，伫翻过这一景的词，就是耶稣甲亚先伫食饭的事。我常咧想讲，为甚物约翰福音无咧描写耶稣的圣餐？你看怎想呐？为甚物耶稣一些圣餐这大代志？耶稣讲，恁逐摆呐，食这个饼，饮这个杯，就纪念我的死得到过来。为甚物约翰福音无咧描写这个？约翰福音伫耶稣咧甲学生食饭的时，伊是伫迄个去搬过节以前，所以是 a day before the Passover。所以耶稣伫遐甲学生食饭的时，耶稣离开伊的桌啊，捧一个面桶，滴水，摕巾仔甲学生洗脚。我伫1972年第一摆来美国，我是因为得到这个我读册。我伫迄年的10月，World Communion Sunday， 这个世界圣餐主日，我参加伫这个中西部的普济教会的一个联合礼拜。啊，我遐大部分拢是 ecumenical， 就是普济教会运动的教会代表。我嘛袂记得对，都刚刚讲一个真大个大学个 auditorium， 啊，伫遐做礼拜，啊，最后咧用圣餐的时，有每一个个代表，其实嘛无每一个，差不多6-7个个代表。啊，我代表台湾去台顶用台湾来讲。这个就是我的饼，为了恁打破的。这个就是血，是耶稣所为了咱流的血，新的约。我用台湾来讲，啊，讲啊安尼皮皮抓，因为第一摆来美国，啊，所以安尼，人想啊，后讲英语，后讲日本话，后讲啥印度话，结果轮到一群非洲的人，迄、那个非洲的代表，去我摕一个面桶，啊，用水。啊！甲因变变非洲的一个同工，甲伊洗脚，拢无讲八句话。我第一摆体验就讲，耶稣用水、用巾甲学生洗脚，佮学生即个一个意义。因为耶稣讲，恁逐摆呐，啉即个杯、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爱行安尼，拄法。伊在耶稣圣餐，领耶稣的血，是咧要行什么来纪念伊？去行甲学生互相洗脚。我伫台湾咧服务的时，就去年咧服务的时，我问遮学生囡仔，讲恁啥开要来读神学院？遮学生囡仔讲，哦，阮是要做上帝工来分享上帝的好消息。讲真好啊！总是恁跟别个面交人讲，要做上帝工不要简单。你电脑你也甲讲东就向东，西就向西。啊，若伫教会，你也讲向东，大家拢向西；啊，向南，大家向北。人基督教会干毋是？啊，恁太要做关于人的代志。伊讲，我嘛知影人真麻烦，我嘛看中职甲牧师咧冤家。哇！因即个囡仔讲即个话，讲我嘛看中秋咧冤家时啊，来等伊啊等到，耶稣甲学生洗脚，并未约翰迄个福音咧描写了后，无久耶稣甲因讲一句话，讲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因讲啥？耶稣讲。I command you to love one another. Impossible. 你常把迄落叫人点了，你敢把听不出讲？我命令恁互相三听，免你讲这啦，我两个同个三听。
讲较简单，就爱用命令、用诫命来互人三条。第二个姊妹，这真重要、真重要的信息，就是咱耶稣已经知影讲，伊下心内面会争端，以后再基督徒会纷争、会分裂。所以，伊甲因讲，讲恁在三条是用命令的方式来讲，也免啊三条，唔是互相洗面，互相洗脚。洗脚唔是上等性的，是真正将对方上垃圾的所在，开始有清洁，啊，洗落打，啊，甲别做伙食饭，甲别做伙兄弟姊妹的生活来过，这真困难的代志。咱后日拜拜。介绍人来看耶稣，咱逐礼拜拢介绍人介绍说，咱逐日咱的生活的基督徒的标准，就是咧介绍人来捌耶稣。咱要用新方法来介绍。我拄仔咧讲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无共款的方式。确定咱要认的诗，就是讲英语的讲英语的诗圣诗，就是讲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什么是咱的故事？是不是咱见证的歌？要要捌耶稣，要看耶稣，看在你恁，在你咱，在你我，在你咱本家人。那要安怎来捌耶稣？要安怎来通过？像约翰福音所讲的，讲耶稣教先洗脚，这是一个真奥特曼、真基本上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代志。真可惜，基督徒。冤家比三条较济，所以耶稣教先讲，恁得要我一个新的改变，互恁，恁得爱三条。啊，要安怎三条？要安怎用耶稣基督的心、最心来做一个好的见证？这已经是超凡，咱一般人会当了解代志。所以，咱。咱看约翰福音所描写的耶稣来到世间，以道成肉体，徛起伫人中间。咱若无看到耶稣所做的奇妙代志，咱嘛在看到耶稣甲人世界代志。耶稣伫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咧甲尼哥底母咧讲话时，尼哥底母甲伊讲讲。先生啊，你是真特殊的人，你会当做这代志，这不是一般人能做代志。耶稣也不要讲讲，多谢啦，你安尼讲啊，真歹势，唔免安尼讲。耶稣该讲啊，哪讲？你若无对圣神敬头时，你袂当见到上帝国。耶稣无读起了康舍人，所以无了解人甲人的关系。所以耶稣讲讲，你看风在行，风在吹，圣神在震动，圣神在感动，你都要定头先。耶稣在那个真简单的对话后面所约翰所讲的讲，因为上帝听世间教你，所以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世间，既然信你的人，未得永远乱。像这款的话，像这款的。commentary 这款的描写，这款的代表，就是咧描写约翰对耶稣基督福音所会当介绍的详细的所在。我开始来讲讲耶稣，伊是一个福音的使命者，耶稣也是一个唱歌人，耶稣本身是歌。这就是我今日所讲的上重要所在。耶稣是一个 song and singer， 咱不可能是 song， 咱福音是耶稣福音，咱是咧介绍，咱是唱耶稣福音的歌来给人听。咱要介绍耶稣，咱伫圣诞节时，咱伫什么日的时，咱拢咧介绍耶稣，要给人看，来看耶稣，要看什么耶稣？哪些人像耶稣？受苦耶稣、割外耶稣、加新加耶稣，不管你看什么款，咱有迄个使命，将上水的耶稣的见证
来表明给人知，从咱一生上好的一面来表明出来，讲恁看我，恁查讲我就是耶稣阿星，有这款的信心、信念，有这款的确信。最后，咱所有人了解的，就是一个真简单的，就讲耶稣甲伊阿星讲，甲伊讲讲恁的沙田，因恁若行呢，正人就知恁是我阿星。咱就三听，三个来记得。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我真的时阵用我本身的尊敬来咧判断，来咧看世界，我袂晓用我的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咧看世界。我甚至不要将耶稣的福音介绍给人，所以我固定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礼拜一礼拜过去，我未记得讲人在看，我就亲像我在看耶稣同款。我若无好的见证，我就无法妥当代表你做天国的大使，愿你搁一摆用你的心来感动引导我，愿你也听我的祈祷，愿每一个人拢有迄个欢喜甲艰苦的所在，愿每一个人拢有好甲歹的所在，愿你赦免我的歹，愿你用我的好，也愿你和我同过我一生的生活，一同表明。我是你阿星，因为我有三听，我的互相写卡，就我安尼逐拜，我来礼拜时，我来敬拜你的时，我来灵修的时，我来祈祷的时，我就会记得你所讲的讲，我就行呢来纪念你，我就行互相写卡、互相三听的心来纪念你，互众人知，我是你阿星。我们很多好的见证，我们来恳求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